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946页最后一行啊，这是第五个小段，道习古迹。这一大段的经文给我们想的是偷盗的业因果报啊，道的习气固结在心，所以他很难回头，很难改过。我们看经文，诱惑见善正棒，看见别人做好事他就不高兴，嗔恨毁谤，不思目的，常怀道心，希望他利，用资共济，消散佛趣。我们看念老的注解啊，以下证明啊，证书道见善正报，不思目的，正是正我，报是回报，见人之善无有恭敬羡慕之心，凡生憎恶，还要加以回报。如是之人，则无善念与善行，胸怀之中，常是亲夺之心。希望为师损人利己，故曰：希望他利，用资共济。啊，别人的利益
自己来享受，啊，都是这个念头。不义之财得来容易，任性挥霍，顷刻消散。啊，吃喝嫖赌，很快就花光了。花光怎么样呢？重复盗取。啊，这都是盗心、盗念的。故云：消散佛趣。今念老的注解，我们看到了。回过头来，我们冷静地观察这个社会，这种人多。为什么社会动乱？就是这些造作恶业，不知道回头，不知道改过所造成。啊，今天在这个社会，让我们普遍随时随处都能看到。这个世界苦啊，如果我们知道这个世界苦怎么办？如何离苦得乐？能离吗？能离。把心量拓开，宽宏大量，对于这些无故造恶的人都能原谅，不放在心上。对于西方极乐世界无限制的向往，佛没有妄语，佛的话句句真实。我们相信，决定没有怀疑，一心向往极乐世界，求生净土。释迦牟尼佛在这一次说西方无量寿佛的种种殊胜，介绍给我们，目的只有一个，希望我们发愿往生极乐世界，永远脱离六道轮回之苦。这是佛具体帮助我们离究竟苦得究竟乐的开始。我们要感恩呢，用什么感恩？信愿持名，求生净土，生到极乐世界，这才是真正报佛恩，圆满佛对我们的希望。我们再看底下一段。
三途辗转，请看经文：神明可知，终入我道。自有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雷劫难除，痛不可言。我们看念老的注解，于是神明可知，终入我道。神明，静怡华严经里头说，如人从生有二种天常随侍卫，一个叫同生，一个叫同名。天常见人，人不见天。如是二神，与人俱生，故曰俱生神。这桩事情，事实真相，我们不明白。活在这个世间，一生一辈子，也没想到，一直到死亡临头，这口气断了，这才发现了这两个人。这两个人，一个叫同生，跟我们同生，同时出生；一个叫同名，跟我名字相同。华严经里头说，天常见人，这个天就是这两个，同生同名，这两位天神。跟随着我们，我们起心动念，他都知道，他都在记录。我们看不到他，他看到我们。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是善还是恶？没想到都有人在记载。除这个之外，我们还有一个出藏室、档案室，把这些善恶都收藏在那里，这叫阿赖耶识，第八识。这两个神所记载的，跟落现在阿赖耶识的资料完全相同，丝毫不差。如果不是释迦佛告诉我们，我们怎么知道这个秘密？
六道众生统统都有啊。啊，药师经里都说有俱生神，随其所作，若罪则造恶感罪，行善即福。你看戒居受持，禁持受于阎魔法王。阎魔法王就是中国人常讲的阎罗王啊，阴曹地府十殿阎王，同生同名这两个天神，在我们左右肩膀上啊，他把这些资料都输送给阎罗王。有家乡所里的一切众生皆有神啊，不会有一个众生没有的，人人都有。一名同生，一名同名，跟药师经里所说的完全相同。同生女在右肩，上书其作恶；同生男在左边，上书其作善。我们行善行恶，这两个神通通记载，别说行了，心里动个念头，他记录在档案，到时候就送给阎罗王，阎罗王在审判，给你应得的果报啊，修善的福报，作恶的灾祸。业因果报，丝毫不爽，真的不是假的。不是说信就有，不信就没有，信不信它是事实，它存在。换一句话是，我们不知这一生，生生世世所造的这些业因，善恶的业因，无量无边的。阿赖也是个仓库，其大无外。很大的仓库啊，无世界来所积的累积的通通收藏在这里面。啊，死了以后阎罗王审判
然后送你去酬偿果报，修善佛报，作恶罪报，三途地狱，人天善道，大多数人都没办法脱离。深入经藏的人了解清清楚楚，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那就是我们所走的路，这个路是正道还是邪道还是恶道，自己总得要认识清楚。我们再看念老在这个地方注解得很详细，又无界经里说的三福八教一月六祖啊，三福指的是正月、五月、九月，八教指的是立春、立夏、立秋、立冬，春分、秋分、夏至、冬至这八天。六祖是指的六斋日，多半是农历啊，初八、十四、十五、二十三、二十九、三十这六天啊，这六天是这两位神像管理的天人阎王做报告啊，我们回头想想，世尊在此地把事实真相给我们说破，让我们认识了解，啊，再告诉他们的工作状况，非常认真负责，将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详细的报告上面天神，下面是阎王啊，告诉他们呢，无界经上决定是真的不是假的啊，一年当中有三个月向上佛禀，禀是禀告，有八天上报，啊，教，也就是报弟子，一个月里面有六天奏明，啊，奏明。也是上报的意思，下面有句往昔，据根据无界经里面说的啊，
接近说的，如是等是前面所讲的啊，一年当中，一季当中，一日当中，天神记录众生善恶，盖所禀报者皆众生之善恶，可知可可也。智有意义，不同的翻译，加强书里头根据或者会书的位直就是记记载，如会书曰，悠有天神直其可调，无毫厘差，故曰可知。啊，这个底下不念时，念智啊，因智就是记录。此语加强之意，真同。都是说有神明记录人的善恶，故报应不爽。天地鬼神给人的报应是公平的，不是随便给你的，是你有善恶，依照善恶给你的。我们如果真的明白，真的搞清楚了，那就要要求自己没有恶念，自己要掌握住，从早晨起床到晚上睡觉这一天，没有恶念，没有害人的念头，没有占人便宜的念头，没有回报侮辱人的念头。重要啊！啊，没有念头，自然就没有言语，没有行为。所以，要控制自己，是控制自己起心动念，这就对了。啊，如果虽然是身口没有，念头还有恶意。你看这段文经文里所讲，天神在记录啊，啊，起心动念都在记录。身口虽然没作恶，意无不断，我们在六道里头轮回不断，轮回里面恶报不断，很可怕了，不能不知道。所以学佛，我常常劝同学，学佛从哪里学起？修行从哪里开始？这个很重要。从端正心念开始。换句话说，要用真心，不要用妄心。妄心就是念头、烦恼习气。真心没有念头。啊，真心就是
禅定，心里头定，什么都没有，不起心不动念，大定。啊，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没有执着，这也是大定，菩萨的定。啊，能够把见思烦恼身见、边界、见取见，再加上思惑、贪嗔痴慢疑。这些烦恼都能掌握住，都能控制住。啊，不让它起现行，不让它起作用。虽然是小乘，不扫我眼了。啊，特别是从见惑下手，第一个，不再执着身生活，这很不容易。真正要在经教上下点功夫啊，不再执着身生活，身不生活。什么生活？一般都认为念头生活，我思故我在，我想，我会想，那个想是我，其他的不是我。哲学家的见解啊，身是我所，不是我，是我所有的啊，不是我，为什么？生有生有灭，这大家知道。我不生不灭，这种事情知道啊。生有生死啊，我没有生死。啊，真心在佛经里头叫自信，那是真。他没有物质现象，也没有精神现象，精神就是念头。不但没有物质现象，他也没有念头，这是真心。起心动念是妄心，这个要记住。啊，见惑里面除身见之外有边界，边界就是我们今天讲对立。我跟你对立，我跟人对立，我跟事对立，我跟一切万物对立，这叫边界，就是两边。两边就起冲突了。啊，不是和睦就是冲突。啊，见取见。戒取见，戒取见是因，见取见是果，最后一个邪见，不属于前面四种的，统统包括在
这一条里头，换句话说，我们对于整个宇宙人生的看法要跟佛学，要跟菩萨学，他们看法、想法、说法、做法是正确的，要肯定承认我们自己想法、看法是错误，要有这个勇气，你才能接受佛陀教学。如果没有勇气啊，自己摆在高高在上，错了啊！真心在哪里？真我在哪里？佛《大乘经》上告诉我们，真我就是自信，真我就是法身，法身没有形象，无处不在，无时不在。为什么？慧能大师说得好，他开悟最后一句话说的：“何其自信，能成万法。”自信就是真心，就是法身。那他什么都没有，他能现一切法，有缘他就现，没有缘他就不现。啊，什么叫缘？一念不绝，起心动念，这就是缘，就现。现十法界一真庄严，虽现一切法，不能说它有；不现一切法，不能说它无。啊，净土宗把它称为常寂光，那是真我，常不生不灭，寂清净平等。光也表智慧，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量无边的智慧，没有痕迹你能找到。在哪里？刚才说过了，无处不在，无时不在，这是真我，身是假我，身不是真我。啊，借假修真，我们利用这假我来修真，真我。啊，真我也就是法身佛。法身佛没有相，报身佛有相，为菩萨所现的；应身佛有相，为声闻所现的。在六道里头，佛也现相。现六道的同类身、化身、应化身啊，你是天人，他现天人身；你在人间，他现人身啊。释迦牟尼佛3000年前在印度现身，现的是人身；在畜生道现畜生身，在哪一道现哪一道身。为什么不现同样的身，不能度那个众生，
所以佛六道都现身。啊，那么所现这一相的，譬如经上讲的这个同生同名，这两位天神，每个人左右肩膀都有，我们看不到他，他看到我们，他从哪来的？是我们自己业力变现出来的。那么我们就明了，如果我们在轮回道，有没有这两个神？有。我们在畜生道，有没有这两个神？也有。这两个神是跟着生死而来的，你生他就生，你亡他就亡，他天天做报告，把这些事情报告相关的地方。那佛不需要报告，佛清清楚楚，明明了了，佛有究竟圆满的六种神通，所以他不需要，天神要，鬼神要。鬼神天神虽然有通，他会漏掉啊，他的通不圆满，所以必须要有人记录，跟他所知道的核对啊，他所这见到的跟天神报告的完全相应，这案件就成立了，惩罚决定与你造的业因相应，不会过分，也不会不起。妙极了啊！不学佛不知道，学佛之后一定要非常小心谨慎，自己24小时当中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啊，世间人迷而不求，起心动念为自己啊，诸佛菩萨应化在世间，起心动念为众生，帮助众生离苦得乐，还离究竟苦得究竟乐，帮助众生修学戒定慧三学啊，因戒得定，因定开慧，帮助众生回归自性，往生极乐世界。虽然没有回归自性，在极乐世界修行，保证你一生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啊，极乐世界的好处就在这个地方。不能不知道啊！哦，这一段，这有一说了，与家乡之意正同，这一段里头。
君位有神明记录，人之善恶，故报应不爽啊！报应一点都不会错。修大福得大果报。什么是大福？帮助人念佛成佛是大福，他往生了，这个福报大。帮助人破迷开悟是大福，帮助人断恶修善是大福。记住，帮助别人要先帮助自己，自己帮自己都帮不住，你怎么能帮助别人？从哪里做起？从起心动念处做起。啊，学佛之后，再不想自己，念念想着苦难众生，念念想着西方极乐世界，念念念着阿弥陀佛，求佛来戒引，戒引我们自己，戒引这个世间苦难众生，心量要大了，量大福大，量大智慧大。啊，不想自己，福在其中。不是不想就没福了，不想有福，而且福比我们想求的更大。你想求的那个福来感应的时候，就你心想的那么大。你要是心里没有想自己得福，想到众生得福，那个福报就大了，大到你意想不到。这些道理要搞通啊，要搞明白了，我们才懂得怎样如理如法修学，克制执，或者是实，就是讲的第八识。如经心云，以种子识功能不忘，故名克制。啊，种子这个是含藏一切善恶种子，不是这些事，生生世世，从你迷失自信那一天开始，这个仓库建立了，到今天无量劫了，无量劫里面这个仓库几乎装满了，实际上呢装不满，为什么？它无穷大，那我们的自信有多大，它就有多大。自信大而无外，所以阿赖耶也是大而无外。当我们觉悟了，这个世界没有了，转识成智，原来它是自信里面的
智慧呀，无量智慧呀，弥了就变成阿赖耶，阿赖耶的功能不会失掉。所以一级大师说，所作善恶非但自识内熏，天神外戚，既在二处，安有是乎？二处啊，内是阿赖耶，这是一处，外面就是同生同名这两位神。他记录在他的档案的，不会错。我们求赦免是不可能，那阿弥陀佛是怎么帮助我们的？我们要清楚，阿弥陀佛帮助我们也不容易。第一个，无界修成的四十八愿，无量劫修成的功德，积功累德了，用这个加持给我们，帮助我们换一个地方修行。戒引到极乐世界，极乐世界只有善没有恶，你想起个恶念几乎都很难。为什么？他让你所见所闻所思所想都是满足你的需求，你在那个世界里的没有丝毫障碍，没有人走，你六根接不到恶的缘分，所以连一个恶念都不会升起。他只让你起一个念头，阿弥陀佛，再以这一个念头让你有缘帮助变法界虚空界诸佛刹土里面的六道众生，离苦得乐啊！像阿弥陀佛那么慈悲，像释迦牟佛那么慈悲，到十法界到六道里面现身说法，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没有障碍所以到极乐世界真的佛慧双修，不会中断。没有障缘，没人障碍无量劫来冤亲债主都找不到你，佛光照着你，所有一切恶缘不能进入佛光善缘会结束，恶缘不能结束。
佛力加持啊。那么以上种种说法，以及是文图说法，文图罪报追随，故辗转三途，累劫难除，痛不可言。祖师大德教诫我们，我们要记住啊，为什么？因为为师阿赖耶识仓库里面所存的不爱神明记录，同生同名这两位尊神，不妨碍他记录神明的记录，也是为师所现，所以内外独寂之说。为啥啊？一即是告诉我，自是内心天生外寂，没有一个人能够避免。你相信，你自然从今天起断一切物，修一切善，不再有恶念。好，跟阿弥陀佛的愿相应啊，信愿持名求生净土，必定得生啊，生到净土。阿赖耶识里头这些东西渐渐会消除，会转变。为什么？阿赖耶也不是人的，真的只有真如自性是真的，永恒不变。阿赖耶一转变就变成大圆镜智，不可思议啊！转八识成四智啊，转阿赖耶成大圆镜，转摩那为平等性，转意识第六意识为妙观察，转前五识为尘所作，你看八识就转了，这个好啊。啊，如果不懂得转识成智，是怀疑我造的这些罪业能转吗？你跟他讲他不相信，他天天怕果报现前，怕灾难现前，灾难果报不能避免，八识没转动啊，可是我们要不靠定阿弥陀佛，实在没指望。我们转世成智，
要靠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加持。才有效果。啊，所以后头念老这个话说得非常好，内外都急，罪报追随，故辗转三途。辗转不是一次，到三途里面去搞轮回，累积难处，痛不可言。啊，他在六道里头，畜生道变成恶鬼道，变成地狱道，地狱道变成畜生道，变成恶鬼道，他永远就在这三个里头打转，他不能到人道来呀。什么时候才能到人道呢？佛告诉我，三途一度五千劫，换句话说，五千劫这么长的时间在三恶道里头流转，消他的罪业消得差不多了，五千劫可以到人道来了。人道时间短不长，如果在人道里的这一生又造了三途罪业，来生又堕了三恶道，那么换句话说，得人生的机会是五千劫有一次，人生难得，佛法难闻。难在哪里？你能够明白这个事实真相，你就知道真难了。五千劫才遇到一次，我们今天遇到了。如果这一次不能顺利往生，那么换一句话是三恶道五千劫，五千劫之后再碰到一次，这是佛菩萨给我们讲真话，不是假的，太可怕了。真的明白了，是不是要彻底放下万缘，一心专念阿弥陀佛，念到功夫成片，往生极乐世界有把握，跟阿弥陀佛见了面了，你肯发慈悲心，不怕苦难啊，让这个身体在这个世间再多住几年，行，你自己有这个愿望，佛菩萨也帮助你啊，像海鲜老和尚一样受阿弥陀佛嘱咐多住几年，他住持112年往生极乐。如果凭他信愿持名的功夫取得往生极乐世界，我估计顶多40岁。他就自在了。40以后这么长的岁月，他
他老人家的慈悲，就像阿弥陀佛所说的，留在世间多住几年，给佛门弟子做个榜样，特别是给念佛人做好榜样。他为这个出世，他不为他自己，为自己早一天往生啊，都是好事，都是难能可贵的。究竟圆满的好事，后面这几句我们要记住，辗转前面一句罪报追随，我们从这看起，罪报追随，辗转三途，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刚才讲了累劫，五千劫遇一次做人的机会，那要是升天的机会，不止五千次，五千劫，好难。道就说到此地，下面第三个因啊，这给我们讲的造业受报，第一个杀业，第二个营业，第三啊，第二个道业，第三个营业啊，营分两大段，第一段亡命营业啊，又分两小段，第一段败家欲离。我们看经文，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即生，寿命即活，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以邪恶，常念淫逸，烦满胸中，邪态外溢，废损家财，是为非法，所当求者而不肯为。这是第一段经文，比较长一点啊。为什么？这是人常犯，果报很痛苦，所以佛多说几句，我们看念老的注解。第三，名淫恶，以其因淫恶而引其智贪嗔等恶，
经文相应即生，即托也，父也，托付的意思。此句指众生由于互相牵点业因而出生于世。人到这个时间来，为什么要无千劫才遇到？实在是因为世界太大了。无千劫，你不仅仅在地球啊，不是太阳系，不是银河系，在哪里？大乘经上说的，释迦牟尼佛的报土，他的教区，三千大千世界。这么大的范围啊，你在里面兜一圈呢，几千劫。我们看底下这四句，意思很深。世界安立，丹阳不成，独阴也不成。阳是男，阴是女。世界安立从哪里来？老子讲得好，阴阳五行呢，下面是夫妻相因而成，又父子相因，君臣相似，社会很复杂。为什么这么复杂？不是偶然。我们到这个世界来，你所认识的人，你所遇到的事，都不是偶然的。无量因缘，错杂复综啊，而造成的这个现象。只有佛菩萨、阿罗汉、辟支佛能看清楚，我们世间人如果没有佛菩萨教诲，没有圣贤的引导，事实真相我们永远不能理解。西方发展科学，现在最进步的量子力学，量子确实是很了不起。他们所发现宇宙的奥秘，物质现象是什么？追根究底，把物质现象找出来了。原来物质现象是假的，跟佛经上讲的一样。般若经上佛说，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是物质。空是精神现象，是从哪里来的？是从空中发生的，
空中怎么发生？有缘，这个缘就是念头，起心动念它发生。若没有起心动念，就没有物质现象存在。啊，所以佛说，相由心生，一切法从心想生，正确。啊，从心想生，那我们没有心想，没有心想就没有物质，物质又回归自性。啊，量子发现这个现象，用这个现象来解释佛经上所说心跟物的关系，跟经上讲的一样，我们对佛经相信，不再有怀疑。那么我真正明白这个道理，我们念头好，我们的身体就好，身体是色身物质现象。我们的念头不好，常常想着不好的事情，我们的身体就不好。这是一定的道理。啊，那我们从量子力学帮助我们认识了佛法，印证了佛所说的一切法，我们认真能落实，不让它空谷，就是我们的念头一定要纯正、纯善、纯净。啊，抓住这个纯正、纯善、纯净，我们的身体一定好，我们居住的环境一定好，环境不会有灾难。环境的灾难是我们共业造成的，个人的灾难是别业造成的。佛法说学佛念佛，佛经的祈祷会相应，会有感应，这个道理我们就懂得了。啊，真搞明白了，我们就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做，怎么修正。修行就是修正行为，就对了。啊，用什么心处事待人接物？用菩提心。什么叫菩提心？真诚心，再加上清净心，再加上平等心，再加上觉悟的心，就是菩提心。清净、平等、我把它讲成五个，真诚是体，它的相是净，是清净，它的作用是慈悲。其他宗教里面讲的神圣的爱心是智慧，它的相是智慧。啊，所以真诚、清净、平等、正确、慈悲，我把菩提心设置这五种，大家好懂。啊，修行张家大师教我看破，看破是了解事实真相，放下，
自在随缘念佛。这是老师早年教我的，那个时候在20几岁。啊，这一生当中依教奉行，所以物质生活虽然艰苦一点，快乐充满了。啊，确确实实，方老师教给我们，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最高的享受就是这20个字。这是30多年前我在美国写的。啊，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看破、放下、自在、随缘、念佛。这修行总的纲领、原则都掌握住了。啊，所以人在这个世界上，与人、与家人、与外人、与众生、与万物，都有缘分。没有缘分，你遇不到，你看不到，你听不到，接触不到。啊，相应，我们把它念的，这一段念完，这一句，指众生由于相互间的业因而出生于世。慧所以都说得好，世界难离，丹阳不成，丹阴不移，夫妇相因相成，又父子相因，君臣相子，凡天地之间无独立矣，故曰相应即生。该知众生皆有共业与别业，因此啊，因彼此有共同之业报，乃与同一时期、同一世界而出生。我们啊，他在底下讲的有，我们把它念下去，再来讨论这个问题。啊，又因别业各个不同，由于彼此个别俗业之缘。何为眷属？何为仇敌？同生于世，以常宿因，故曰相因即生也。寿命几乎百年短暂，无常迅速，人民在呼吸间转瞬即逝。但世人颠倒，不舍苦空无常，但求幻妄之乐，如何扑火自焚其身。是以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逸。经文上说这些话
我相信每一个同修看到这样的文字都会有很深刻的感想。那把现实的社会通通说清，这里面也能帮助我们开智慧。那我们如果知道这种事实真相，应该怎么相处？应该和睦相处。过去，不管是善缘是恶缘，那是过去的事情，不是这一生的事情。啊，这些业力感应的我们先前的关系，先前关系呢，报怨报恩，过去是有恩的，欢欢喜喜在一起；过去是有怨的，见到就嗔恨。那我们要记住，我们愿意和睦相处好，还是报怨报恩好？恩是要报，仇就别报了，把它一笔勾销。那过去怎么样的恶因已经过去了，果报已经过去了，不要再放在心上啊！不要冤冤相报，没完没了。咱们明白了，冤冤相报到此为止，不再报。啊，吃亏吃了点亏，受了点伤害，不要紧。过去我伤害他比这个重，过去我对不起他的比这个也严重。你能朝这一方面去想，缘就解了。啊，我们结好缘，结善缘，往后生生世世都好。啊，千万不要搞冤冤相报。这就对了，改过自新，断恶修善，从这个地方下手。啊，一定要立个愿望，希望我一生当中跟人相处不对立，他跟我对立，我不跟他对立，好啊。他把我当作恶人，我把他当作善人。他回报我，他伤害我，一笔勾销，不放在心上。啊，他对我的善行，我记在心上，感恩他；他对待我的恶作，忘得干干净净。啊，这一生当中没有冤家，没有对头，你多自在。啊，我们过去很多不愉快，啊，见面，这一生见面，自自然然产生厌恶，看不顺眼。啊，我们如果遇到这个，他瞧不起我，我看重他，他轻慢我，我尊重他，你就能一桩一桩、一个一个的都化解了。这叫修行，这叫功夫。啊，不但给人要化解，还给这些畜生。知道他前世也是人，做了一些不善事情，这一生堕畜生道去了，
啊，都要把它想成这是他这一生的果报了。来世还会做人，啊，报尽了，他还有善业，善业去增长，啊，果报，善多恶少，先善后恶，恶多善少是先恶报后善报，这么来的。如果自己明了真相，自己确实能够改变自己的遭遇。啊，那就是自己真正救自己，不是别人救自己，别人救我不是真的，自救是真的。我们看底下这一段，是以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逸，邪者横邪不正，恶者恶毒不善，会书里都说邪为邪曲，恶为罪恶，淫逸者，这个上面这个字淫逸啊，跟底下这个逸音相同，当也放荡啊，淫者放也啊，这里他们查了见中华大字典，淫荡贪色不以礼教也，又淫者乃食物之意，因为枷锁负众生苦，因为罪缘生诸恶苦，一切众生皆因淫欲而入生死，故曰生死根本欲为第一。淫欲一定要把它认识清楚，然后才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这个世界所以成就是夫妇造成的啊，没有夫妇这个关系就不存在这个世界啊，所以这根源要找到。张子所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这个人觉悟了啊，不觉悟他不明白这个道理啊，他会做错事情啊，那做错事情，自己造的罪业就重了。来生多三恶道，业多无千劫，你说多可怕？啊，我们人生在受劫，有几个人能活到一百岁的？很少。啊，可是一个严重的罪恶让你生生世世在地狱里头不能出头，太多太多。啊，有人告诉我，我相信
所以现在天堂人很少，地狱人很多，挤都挤不动。我听得很有道理，什么原因？造恶的人多，行善的人少，行善到天堂，所以天堂的人没有人间多。啊，造恶的堕地狱，地狱人饱满，就用佛法十善业来看，做标准来看，你就清清楚楚明明白了。啊，十善业，善，第一个不杀生，第二个不偷盗，第三个不邪淫，身善三善，口有四善，不妄语，不念事，不恶口，不绮语，意有三善，不贪不嗔不痴。我们这一生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只要紧紧抓住这十条，这十个标准啊，翻过来就是食物，身杀盗淫，口妄语两舌恶口气，意贪嗔痴，那就是食物鼻肚三毒。严重的食物叫上品食物，无间地狱。很可怕了，经上这个比喻，淫者食物之意，淫为枷锁，刑具缚住众生，淫是罪源，生一切罪恶，一切众生皆因淫欲而入生死。所以佛法对这个看得很重，为什么？没有淫欲的念头，把淫欲的念头都换成阿弥陀佛，生死轮回他超越，他来生到极乐世界，再也不在六道里头啊去轮回了。我们真的不想常住这个地球，不想受这些苦难，把这个念头转成阿弥陀佛，求生净土，真的就往生了。你的目的达到了。下面是念老引注经论，背言淫欲之患。我们感谢黄念祖老居士用心良苦啊，第一个引的沙弥律，在家无戒，为止邪淫，出家十戒，全断淫欲，但干饭世间一切男女习名破戒，不管是在家出家，犯了就是破戒。啊，我们接着看下面，乃至世间人淫欲，啊，因淫欲杀身亡家，家破人亡，这是在家。
处宿为生，其德更泛，生死根本欲为第一。故今曰：因一而生，不如贞洁而死。为什么？因一而生，来生都三我道。贞洁而死的人，来生都是人天两道，不堕三途啊。这两个是非常明显的例子。有无量寿经抄复淫欲者，流转生死之根源，远离解脱之因缘。这个如果不能放下，生死轮回谁在那里推动？第一个因素就是淫欲。换一句话说，淫欲的念头不断，轮回就不会终止，就永远存在。淫欲的念头断了，恭喜你，你的轮回也离开了，你不会再搞六道轮回了。这是我们必须要知道的。如大贤云，这是一位古大德，生死老于因为枷锁，身负有情，难出离苦。这个枷锁，披枷带锁，这是刑具，在生死牢狱里头，就是六道轮回里头，没有出头的日子。所以说，难出离苦。如《智度论》里的说，淫欲者虽不恼众生，系缚心骨，列为大罪。他不想偷盗、杀生、恼害众生，但是淫欲在心里面放不下，他能引发种种罪恶。所以他帮助你的心，善心善意他只要一起作用，都是有害的如果是邪淫，这个罪就更重，来生果报肯定是三途他决定去的地方，谁愿意去？魔鬼、地狱、畜生，你愿意去吗？时时刻刻警惕自己，有这个念头，就是有三途的因，有因必有果。把这个念头放下，这个因就没有。换句话说，来生
决定不堕三恶道。我们今天晓得，三善道也不行，出不了轮回，一定要下定决心，我在这一生当中要了生死，要出三出轮回，三界就是轮回，欲界、色界、无色界都在轮回里头。那么真正想超越轮回了生死，我劝同学要认真修净土。为什么？八万四千法门难行道啊，成就不容易啊。净土法门叫易行道啊，很容易成就，但是很难相信，难信易信。我们学经教干什么？就是帮助我们认识净土，帮助我们对净土的疑问断掉，断疑生信。那我们有这个法门，有这部经典，这一生当中决定成就，一门深入，常识熏修啊，决定不能改变，保证你往生极乐世界，清净阿弥陀佛。《瑜伽师地论》里头也有，诸爱之中，欲爱为最，爱这个意思非常广泛啊，爱的东西多了啊。我们学佛要爱佛，要爱菩萨，菩萨大慈大悲啊，所以佛家不讲爱，讲慈悲。慈悲是什么？理智的爱，不理由没有情，没有欲，这个爱就叫慈悲啊。慈是帮助人得乐，悲是帮助人离苦，离苦得乐，这就是爱，爱的行为啊。佛菩萨大慈大悲，普度众生，啊，教给我们众爱之中，欲爱为最，情欲啊，这是最麻烦的事情。若能治彼于自然福，你能够把欲爱扶住，其他的统统都扶住啊，如至强力，若者自负，然此欲法有三种故。苦而死乐，这叫过失，情欲苦啊，苦多乐少，这个袋子很明显。自古以来，我们看文人才子，他们留下来的著作，你就能看出来，爱带给他多少精神上的痛苦啊，带给他多少灾难，他不求悟，到死都没醒悟过来，真苦啊！那怎么办？带到来世去了，带到来生去了，所以
一定要求。世间什么是最乐？念佛最乐，念观世音菩萨最乐。啊，所以学佛的人好，只要把它换一换，把恶就变成善了。啊，佛法是乐，好像是苦，修的时候很苦，其实它乐。世间这个法好像是乐，实际上真苦。啊，而且少为多灾啊，要看到这个灾不是好事情。啊，底下还有一句不见世间。啊，又说何但刹那之微乐，应受永劫之大苦。这也是《瑜伽师地论》里头所说的，句句都是真话。啊，又何欲经云：“女色者，世间之枷锁。”凡夫念住不能自拔，女色者世间众患，凡夫困之至死不明，女色者世间之衰祸，凡夫遭之无恶不知。这个几句话说得非常好。句句都是真言，句句都值得我们一生念念记住，念念不犯。啊，怎样做到念念不犯？念佛的人知道，学海鲜老和尚，让这句佛号二六十中总不间断就好，敬业成就，一了百了，学佛圆满成就，这就对了。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到此地。